金门县的金宁乡，还有金湖镇，这两个地方我都去过啊。原来那里是长寿地区，世界的长寿村，它分布在哪里？离我们比较近的就是这个啊，我们看到冲绳嘛哈，还有刚刚讲就是大陆的广西巴马。Okinawa 饮食为什么那么长寿？它乳制品吃的很少，可是没有骨质疏松症。如果在日本，你会发现他们当地人就是海里面捞出来，是的，也蛮好吃的，真的很好吃，很好吃耶，一点都邀请您一起参加五七健康同学会。